不一样。我说反正我就是一样啊，就跟你找陪玩是差不多的、啊，就我可以做的。我可以。要不要先拿古川啊？敢跟他拿后卫哦？所以就先拿流川，也可以啊。先拿长谷川好，先拿长谷川。古川先抢下来，敢真的不行，我就要去玩，敢我要玩板，他玩鱼柱，他鱼柱，然后就玩流川。他如果选流川，哦，敢真玩藤真哦，敢还是会选阿姆，当然是选你，当然是选流川啊，因为藤真是我要去守的啊，你选流川我才刚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Old K, come on, 寿司吧，敢先到，他妈直接一盘打爆，敢解放我的澎湖之力！澎湖之力是啥？哼，去澎湖吸取那个、啊、日夜精华，敢看我的澎湖之力！刚每天都在观察自己有没有身体哪里不舒服，你知道？就比如说我们喉咙痒啊，就喉咙痒啊，还是有没有突然偏头痛啊，还是什么肌肉酸痛啊？然后就在判断，干这到底是什么造成？找不出原因，我就很紧张。像我今天就觉得喉咙痒痒痛痛，但我想说应该是昨天饭店的冷气太强，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喉咙很干。三星，干我一直在回想自己有没有什么接触史，你知道？弄一个神经紧张就对了。靠呗，我们盖他。我靠！我卡住哎、欸！我可抢到！哎呦！我吓一跳哎、欸！我刚卡了一地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好想要传球了。树妖哎，盖没进。靠边！哇，糟了！完了！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卡住。树妖，我靠！这个跑可以呀、啊，孩子。注意啦，直接控位。不可以啊，我手机卡卡的，孩子。干，为什么卡？我怎么知道？问他、啊。靠边。看，靠背嘞！哎呦，哈！巨。这个是一个换防啊，因为我刚刚要帮你补先到。干，这是默契，直接把盖爆。操修亚藤真。来啊，使用影子啊！使用影子靠边嘞，他原地是哪脚？你是腿被水泥黏住了是不是？靠边，还好你在后面，直接 catch 孩子。孩子我从左边追到太近的地方，哪有在后面、啊？我看我外摆在左边，直接 catch 没问题。操修剑，操修剑啊！我雷霆巨，哎呦，碎！吼！古川铁骑，感应该是没进。这一幕有得追耶、欸！一幕秋，一幕看有在看呢、欸。一幕四也不错啊。我跑得这么隐秘，靠北！该怎么传出来？水啊！哈，这个配合，我想打一个连线的感觉。这个默契还真的是干很久的澎湖之力。澎湖之力，人家对不对？在台湾水深火热，澎湖之力，你去澎湖修养。干，我准备要盖二段，要不要补一个？干、哦，来不及了，好，腿断，我腿断。本来想说盖二段，我也被水黏住。靠北，你那个地方，你二代盖不到，好不好？你被黏在拦下啊。嗯。怎么盖二段？水哦，没进，老塞。靠边，想要影子啊！靠北屁啦，哇！想要影子啊？干，我都猜到嘞、欸。他赢你了。哇！引起来哟，水哦，敢在那边敲嘛？操小囝，给我抓到一个漏洞百出。二段，干，那总共我干，这个追不到哎、欸，这個、追不到、欸，好屌、喔！我追得到啊，我干，我追不到，你的锅，敢被抓？肯定被抓、啊。靠北，我觉得他吗？哇，没进，我卡住位置，最好的位置 ，Thank you， 靠边嘞，哎呦，没进，靠北又没进，嚯，他被藤真拿走，有搞错，没有跳，想要影子，想要影子，干，
糟了糟了！哦，好好，糟了个高啊！水哦，直接拔刀！好好打耳机哦。拿到一个自信三，结束。好干，没骗到他，没骗到他，他好聪明哦，那怎么知道？快给我看！我刚才那一球应该看起来完美无缺吧？看起来应该是漏网了吧？自信三分 ，four three。好，对啊，那球应该是完美漏网，他怎么知道？怕他知道你是甘霖老师啊！好屌哦！碎啦，直接掉球了啦，掰了啦，真的是直接飞行的啦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刚才那一球真的蛮屌，我然后我整场只盖到他一球，盖你脸，我要赢他一下。敢在影子啊，在影子啊！嚯，直接被抓爆！水哟、哦，这个鱼柱很有料没？鱼柱有料。鱼柱都能拆，他不相信我们了。他直接靠他自己。而且他前面还有单手做一模一样。水哟、哦，很有料呢，这鱼柱。你要开麦干啥？澎湖之力，澎湖之力，澎湖之力。直接看在眼底，眼底心口哟！干这一个配合，我刚才也要讲眼底心空嘞、欸，干你啊！不要这么有默契好不好？很恶、欸。来，我自己抓你，盖他！哎呦，靠边！腿断。来没？干！发现哎，干没劲。长文手藤真有个缺点，靠，我球不见，什么缺点？就那个啊，长文不是有个技能是对位者要得超过哦，就他不好得啊，然后才会加速变得比较秒数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啊，然后长文手藤真，长文对位藤真的话，藤真都没在得分的，哼，永远开不了这个技能，无法得分的藤真。干你娘！想骗哦、喔，想骗哦、喔，靠边嘞！哇！我干、喔、你也没盖到，可惜。回锅。干，我就知道他想要骗我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可能这应该是没得超过五分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他得几分。其实，干我是可以帮那个鱼助手。很难吧？靠边嘞！原来是任性三分，我以为是自信三分。雷包三分，澎湖之力，回来先马上来个澎湖之力，一篮板。干，等等得零分，奇怪嘞！讲好奇怪，我刚才想说，他得几分？他有没有超过五分？我才一看盖两锅。